第二十一题，假设热气球在上飘的过程中受到三个力作用，三个力的大小分别为重力 W、空气摩擦力 F、空气浮力 B， 下列关于这三个力的叙述何者正确？我们现在呢有一个气球，它受到一个重力呢是向下的，那么我们的空气的浮力呢是向上的，因为它往上飘，所以摩擦力 F 是向下的，因为它持续的是向上升，所以向上力量要大于向下力量，所以呢 B 会大于 W 加上 F， 所以第21题问我们说，下列关于这三个力的叙述何者正确？我们答案选的是 A，B 大于 W 加 F。